梁朝伟回国，头发花白变化大，与刘嘉玲秀恩爱，豪宅内二米桃树吸睛。1月24日，女星上山诗娜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一组照片，曝光自己与梁朝伟夫妇聚会的画面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不得不说，刚刚从日本回国的梁朝伟，头发花白，脸上也多了不少褶子，老态尽显，和年轻时变化非常大，让人不由感叹岁月不饶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梁朝伟的打扮看似朴素接地气，实际上衣服的价格相当昂贵。镜头中，一向很害羞的梁朝伟还将手臂搭在刘嘉玲的肩膀上，罕见大秀恩爱，看来他们虽然没有孩子，但感情依然很甜蜜。从背景中能够看出，照片的拍摄地是在刘嘉玲、梁朝伟的香港豪宅中，而上山诗娜是来好友家拜年的。不管怎么样，祝福刘嘉玲和梁朝伟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希望他们可以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